来看台湾基进党这个立委陈柏惟罢免案，明仔载要进行。除了陈柏惟100点钟百里苦行，要你继续行，支持反对的势力嘛，你继续冲刺。先来看这摆陈柏惟这个百里苦行，本来打算要一直行到投票日迄一天，因为依照选罢法的规定，投票迄一天禁止竞选活动甲造势活动。为了要赶这100点钟的时数，这个陈柏惟今日透早4点就为刷啦开始行，罢免最后一天，伊讲要用双脚行遍第二选区。估计伫暗时6点就会进入选前之夜的活动会场。真行起来过重啊！天未光，陈柏惟甲伊个团队选伫沙拉前夜车开始继续伊100点钟的苦行。即嘛是选2020立委选举时办头一个竞选活动的所在。是一次考验啊，对陈柏惟、对台湾激进，也是对啊这一次罢免制度的一个考验。一百点钟可行，最后一里路，陈柏惟拍算要行遍台中第二选区，包括沙鹿、龙井、大都、雾峰、乌日。台湾基进党的主席甲党员嘛，伫最后一天陪做伙行，愈来愈多支持者沿路拢替陈柏惟加油。本来打算一路要行到投票迄一天，因为依照选罢法的规定，投票迄一天禁止任何竞选造势活动。特别为了赶路，为透早4点就开始行，估计暗时6点会行入乌日的选前之夜会场。特别为讲，这100点钟行落来，伊知讲本身有真济所在爱改进。过去的我心直口快，常常造成人家的误会，想做的事情太多太大，但我们希望给我们更多的时间，让我们。把对选区的愿景做完。选前最后一天，陈柏惟将完成100点钟民主最后一里路，伊阁甲选民话讲，希望伫投票日即一天，台中第二选区的选民会使投无同意罢免票。